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木。之前呢，我跟大家分享过比较基础的女装小裤裤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女装小裤裤，就是这一款了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它是有肚脐眼的，因为这个啊是纯硅胶材质啊，所以它的价格，就会比之前的女装小裤裤要更贵。它整体的样子啊是一个四角裤，就是我们男生穿的那种四角内裤的形状。你们可以这样看一下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它这个其实有很多功能。首先呢，它这款弹力是非常的好，给你们看一下哦。它是硅胶材质，所以弹力是非常好，颜色也是比较接近我们本身的肤色。它的内部呢是有一些这个点点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点点呢，它是具有防滑的功能，而且还是有那种吸附的效果，就是那种吸盘吸在卫生间的墙壁上，你穿上它之后呢，它就可以吸在你的皮肤上，这样的话你就会更牢固，不容易往下掉。还有它这两边的臀部，它这两边的臀部也是根据女性的那种曲线设计的弧度，所以你穿上它之后呢，也会有一点丰臀的效果。然后下面的设计呢，就是跟女生的一模一样。怎么说，就是女生能实现的功能它都能实现。而且它下面这个还设计了一个洞穴，两个通道，你们能听懂吧？就是男生如果你穿上它的话，里边的一个通道可以让你实现和女生一样的如厕，没错，是如厕，它这个是可以排尿的。另一个通道我就不说了，就是你可以通过它进行成长，长大，长大成人。然后它屁股这儿呢，这个应该就没事了，可以看见吗？它这个屁股，这也是做的非常的饱满，非常的圆润，可以增加屁股的圆润度。如果你的屁股肉比较少，没有这么圆的话，那么你穿上它也会有点塑形的效果，就让你的屁股蛋看起来更圆润、更饱满、更有弧度。除了这些，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功能，它还有一个细节部位，就这个皮上啊有很多红红点点，就是比较真实，就是模仿我们真人的血管设计的，就外观看着它也会比较真实，没有那么假。最后啊，它的重量其实也不轻，大概有2公斤吧，对，和我这个假胸的重量差不多。如果你夏天穿的话可能就会热一点，不过现在冬天也快到了嘛，所以你在秋冬这个季节穿上它的话也会比较的保暖。我知道你们都很好奇啊，这个最关键的部位，因为它太过真实了，所以我不好讲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买一条自己试穿一下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按照惯例，最后呢，我自己穿上它拍了一些照片，给你们看一看。喜欢的话请点赞哦。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